今天想出去滑个滑板，然后现在是到了一个随便找了一个地方，然后来滑，好久没滑了，板都是之前的，鞋子也是之前的，对，现在站在板上都有点困难，就这么裂，但是我也不知道现在自己能不能跳，今天是有完整的跳起来过一次，我再试试，哦，有点困难。继续加油吧。其实重庆这几天其实也蛮热的，然后我才滑了没多久吧，然后身上就已经冒汗，冒得很严重了，现在我背后全是汗，然后估计自己等会儿再滑一小会儿的话就回去做作业了，现在也蛮快到吃饭的点了，该回去吃饭了，对，吃完饭就做作业，今天一放学就出来滑滑板了，今天就暂时先这样吧，回去继续做作业。